湾区全媒体全湾区都睇，欢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嘅节目《湾区全媒体》，我系邵逸文，我系梁学希。我哋今集继续为你送上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向，只要同你息息相关嘅消息，我哋都会为你一一送上。只要你安坐家中，就可以了解国家各个地方嘅基建、民生、经济等等方面嘅发展。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去南北快闪啊！广东省药监局近日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药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其中港澳药械通政策使已在港澳上市的药品以及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在临床急需的情况之下，可以在大湾区内指定医疗机构使用。自政策落地以来至今年八月底，全省累计获批临床急需进口药品26个，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17个，覆盖全省19家指定医疗机构。惠及患者超过2500人次。东川港是云南省发展国际国内物流业重要的现代物流枢纽港和信息港，是我国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以及南亚、东南亚市场重要的经济合作和物资交流依托。东川港一期规划建设2个1000吨级通用泊位、2个1000吨级代泊泊位、3个400客位客运泊位、3座旅游码头。预计2024年6月可以投入使用。龙邦公路口岸是广西三大边境口岸之一，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直通中南半岛最便捷的陆路大通道，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物流节点枢纽。202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龙邦公路口岸扩大开放为国际性口岸，并扩大开放那西通道。口岸旅检通道新建一栋5层具备国家2级旅检功能的联检大楼。货运通道升级改造成约23万平方米的多功能区，主要有边民护士区、一般贸易区、保税功能区、跨境电商区等。日前扩大开放项目正式通过国家验收。上海张园素有海上第一名园之称，近日张园东区最大规模的组团式平移正式启动。为后续地下空间开发腾出空间。为了不对老建筑物进行切割破坏，张园采用现时国内最先进的布里式平移技术。通过在建筑物底部安装布里行走器，就好像人行路一样，建筑物可以正确调整方向，实现多角度精准交替向前行走。9栋楼4个组团预计年底抵达预留点位，明年首季开始建设集购物、休闲、私家车、行人和公共交通于一身的逾8万平方米3层地下空间。南通市循灶街道工业企业众多，用工需求大，为了留住人才，今年7月开始，街道对辖区内4栋老旧公寓共531间宿舍进行提升改造，建设人才公寓，解决企业员工住宿难题。提升改造工程包括重修外墙、内部装修、重新划分功能区等。
其中三栋公寓436间宿舍即将完成改造，并迎接首批人员入住。蘭花獎是由中國外文局發起設立的國際文化交流領域的重要獎項，用來表彰獎勵全球範圍內投身國際文化交流事業，致力於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鑑的外籍人士或者機構。日前走讀中國走進廣州主題參訪活動舉行，來自美國、墨西哥、巴西、巴基斯坦四國的首屆蘭花獎特邀嘉賓走入到廣州多個文化地標去體驗廣府文化，即刻跟住他們去看看。永庆坊非遗街区里面的非遗大师工作室引起了外国朋友的极大兴趣，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他们详细了解了广州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荔枝，这个红棉 and kapok the flower， 还有孔雀 and peacock， these three are the three major themes of embroidery。 来自美国的约瑟夫波利希曾经60多次到访中国，他覺得永慶坊是一個非常好的舊城改造案例，廣州非常好地將傳統文化和現代城市發展相結合，值得推廣。And in fact, I first came to Guangzhou in 1987 with the Juilliard Orchestra. But I thought that the municipal project was really quite striking and is structured very beautifully and is an opportunity for everybody to see in a concerted way how the arts work.In the traditional arts work in Guangzhou. So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at. 他们还参观了沙面、星海音乐厅、南越皇宫博物馆、广州市文化馆新馆等广州文化地标，珠江夜游船上面两岸灯光璀璨，诉说着广州夜经济的繁荣。嘉宾对这一座千年古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Right now, I find it's a big metropolis.And the whole part of where we went today, which is this beautiful avenue,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very beautiful. And the way that the river has been put, you know, in value. Now the river is like an ornament. Rivers that give the city a character, that make it more beautiful.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Guangdong.It's really a beautiful city. I love everything that I saw during this day. Everything important that happened in China passes through Guangdong. 来自巴基斯坦的萨法尔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巴经贸往来和人民交流。他认为走读中国、走进广州活动是一次好好的机会。等世界进一步了解真正的中国。古董中国呢，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海外，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人不很多，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它的文化历史是很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有共同努力，能够把古董中国这个传出去，应该有海外的人更准确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第二届郑先非遗文化月日前就在广州白云山开幕，市民可以游云山祈安康。刘先生，你有没有听过郑先的传说呢？郑先啊，没听过，是怎样的？不要紧，跟着我们的镜头去认识一下。白云山风景名胜区郑先传说属于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广州第一弹之美称。源于秦末方士郑安琪为了医好百姓的疫病，想去白云山上面采药，意外跌落悬崖而驾鹤飞升的故事。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每年农历7月25日郑安琪驾鹤升仙这一日定为郑仙诞。自2012年开始，白云山管理局已经连续举办11届郑仙非遗文化活动，而在今年第12届郑仙非遗文化月活动继续以游云山祈安康为主题，深挖郑仙文化，将年轻的青春活力注入郑仙诞这个民族文化品牌。
今年我们还打造了那个郑先的专题的文创店。那在这个地方呢，通过看展览、看文创产品，就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我们的郑先的一些文化。第十二届郑先非遗文化月开设了非遗潮玩集市、非遗文化展示，同时仲会有全国科普日活动等等。植物科普的话，我们有一个榕树的科普，找到了有四种榕树的树叶的话拿过来，然后呢就做成这种科普牌的话，让小朋友的话可以认识一下。我通过来这里参加活动，我知道榕树一共有八百种，让我觉得大自然是如此的美丽。以后我要通过学习，好好的爱护大自然。包括你们这些所有的花花草草，白云山这里推出的。还有广州的这些舞狮文化，都是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的。然后呢，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啊，尤其是你看我们后面有一帮穿着汉服来的，传播我们的国学文化有很大的力度，做得非常好啊。新里程第一站带你来到佛山，日前佛山市委台港澳办联合团市委市青年台商会举办了2023佛台青年交流会，过百名佛山和台湾青年企业家共聚一堂，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这次交流会的主题是两岸共谋高质量，佛台青年创未来，旨在探讨佛山和台湾两地青年企业家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亦有不同维度挖掘合作新机遇、新趋势。台湾国际青商会会长林鼎钧时隔四年第二次来到佛山，他赞叹佛山的营商环境服务越来越好。我今天有去参访你们那个行政中心，就是他有说是佛山这边在产城区办任何的工商证都可以一站来搞定，在这个行政的效率上面呢，觉得是让我印象很深刻。佛山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团市委等相关负责人还在交流会上面分享了佛山的青年人才政策。佛山目前已经先后批准台资企业1515间，累计利用台资超过$63亿，涌现了一批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我相信我在佛山扎根了这么久，我们的影响力让台湾青年朋友们可以知道说佛山是个创业热土。近年来，佛山市委市政府亦持续推动佛台青年交流融合，打造国情体验五年行动计划等等，等台湾青年在佛山有可为、有作为。日前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是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活动记者团，团员都是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以及贵州、云南、广西三地的编辑记者。大家深入到当地的景区和村落，近距离去感受侗家的民族风情，并且透过新媒体分享给全国的朋友。记者团第一站走入三江布央仙人山景区，800米海拔的布央山上正值金秋收获时节，附近村寨的茶农纷纷孭住茶篓在山野之间采茶，记者们亦走入茶园同茶农近距离交流。刚过来的话应该可以看到，那里卖茶的话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对，茶叶不步入洋女嫁进来，茶叶改变我们生活，我们从之前的温饱达不到，现在就是分茶汤。伴随着柔柔的茶香和山顶凉爽的清风，记者也纷纷举起相机留下这个动人时刻。感觉就风景很美，然后空气也好，先了解为主，然后从了解的内容方面再挖掘更多的关于旅游啊或者是人文相关的这些东西。目前三江全县茶叶面积21.5万亩，绿色有机面积占总面积的68%，茶叶产业已经覆盖到三江全县162个村，农民人均茶叶收入5852元。茶产业不单只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实产业支撑，更为乡村振兴赋予新动能。收入很稳定，一年的话就有8个多月采茶嘛，所以基本上的话，在家里面的那些老人啊、小孩啊都可以去采茶，每年的这个收入也是比原来都翻了。
第二站记者团就去到美丽的山水洞寨晴阳八寨，身穿特色民族服饰的洞家姑娘，依山傍水充满古韵的吊脚楼，小巷深处的阵阵歌声，富有年代感的青石板路，还有转角就能够遇见的风雨桥和鼓楼。一世劳碌多辗转，人生能得几回闲。古寨平凡而简单的慢生活，令到漫步其中的媒体记者亦都感觉到那一份的写意。入乡梗要随俗啦，大家亦都同热情的村民对起歌上嚟添。饮油茶，睇侗族大歌，品民族百家宴。古寨里面歌声不断，记者相机的快门亦揿个不停，大家纷纷表示，咁样嘅特色民族文化，只有亲身嚟体会，先可以真正感受到。有特色，然后跟其他的寨子都不太一样，很有古香古色，然后保持的原貌也很好。然后在这个寨子里呢，就是处在这个里边，就感觉很有意境，深入到这个寨子里边，从全方位、多方面的，然后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然后进行宣传报道。目前晴阳八寨景区已经顺利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验收，并推荐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名单，它亦将会被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新样板和百姓的幸福家园。记者在为期三日的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活动当中，深入三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主题，通过图文、社交平台、AI 海报、直播互动、短视频等多种报道形式，充分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讲好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国故事。跟住又到我哋嘅特备环节，老店情未了啦。嗱 ，Vincent 啊，今集带我哋去发掘啲乜嘢老店小故事咧？嗱，你知道香港咧就有好多嘅公共屋邨啦，但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屋邨里面咧其实有好多经营咗好耐嘅酒家嘅咧？而嗰啲地方啊，仲要系好多街坊嘅聚脚点嚟噶。我哋而家一齐就去听听佢哋嘅故事啊！今日嚟到彩虹邨，想同大家睇一间开业超过58年嘅酒家。時至今日，佢都係座無虛席，食客遠近都係慕名而嚟。同時間，亦都係彩虹村街坊最熟悉嘅食堂嚟噶。Jason，Jason，Hello， 你好，嗨，有咩食啊？懷舊菜啦，當然係。今日唔知道有冇法寶啊？有冇蒸啊？我哋食梅子蒸鵝。梅子蒸鵝今日係嘛？耶！好正啊！咁啊，家姐發版啦。係家姐，咁有幾多兄弟姐妹啊？我哋啊，哇，7個嚟，3個家姐，3個哥，我係最細。你就第7。係啦，我係第7啦。哦。咁我係最幸福啦，細個就做得比較少啲嘅。2個哥、3個家姐咧就絕學啦，即係喺屋企幫手啊！即係幾多歲啊？即係冇讀過中學咯，有啲小學都冇讀咁。咁變咗咧，佢哋即係將佢哋嘅青春都係喺曬鋪頭啦。嗰陣時佢哋咪僆仔幫手咯，翻學翻學唔中意翻學，咪翻嚟秋季幫手咯，牛池灣秋季。开业超过半世纪，虽然酒家能够保留好多嘅传统，但系改变都系难以避免嘅。其中一个最大嘅转变就系始创人阮老先生喺2011年离世，而之后几兄弟姊妹就同心合力咁样接手咗酒家啦。当时我爹哋就喺牛池湾做秋季茶楼，到彩虹村啱啱开始接受。投標嗰時候，我爹哋咧就入標，就中咗標，做咗依間金碧酒家，係1964年開始嘅。60年代香港屋村嘅人口住咗好多人噶嘛，當時一個單位可能有10個人住噶。初時開咧
就一係好旺嘅，因為佢唔係座座入曬火噶嘛，咁變咗有啲工人啦。咁我哋開咗有好多工人去做工噶嘛，嚟依度光顧啦。酒家有好多手本名菜，但系其中有一味系由开业至今做法都冇变嘅。豉油鸡先将佢一个用热水飞咗水啦，跟住咧等嗰个油鸡水煲咗去八成热度咧，咁你摆只油鸡落去浸熟佢。三上三落啊！咁啊，用好多香料嘅喺度。十幾種加埋一齊浸只雞翻翻落去嗰陣時咧，大約25分鐘，我哋就要拎翻上嚟噶啦。吊起嘅原理就係等表面嗰啲皮咧冷卻咗咧，你斬落去咧就好睇啦，二來就爽啲啦啲皮。咁樣，如果你熱斬就縮埋曬嘅啲皮，同埋會。唔平均咯。而家做嗰個酥炸蟹鉗，咁我哋嗰個用蝦咧就包住個蟹肉啊。咁我哋首先剁一剁嗰啲蝦先。咁其實我哋就唔使剁咁碎嘅，因為我哋要保持嗰個蝦一粒粒咧，保持嗰個口感啊，搭佢嘅啫，搭到起膠啊，啊黐手，咁啊夠彈。呢個係冇溝嘢嘅，全部100%蝦膠。呢啲係炸米粉嚟嘅，米粉跟住我哋整碎佢。出面一般酒樓結婚嗰啲冚棒都有呢啲蟹鉗，個做法都唔同嘅。佢用麵包糠，有啲啊用杏仁片啦。OK， 上完粉，麵包糠咧，我哋就去炸啦。咁炸嗰陣時候，我哋唔能夠太猛火啊，太猛火佢就會燶啊。中火炸佢，拉起去浸炸一陣。浸佢幾分鐘，你嘅意思係呢度全部都係你嘅親戚啊？有親戚，有啲村嘅熟客啦，有啲茶客啦，有啲茶客即係通常都有50年㗎啦，有啲死客。咁咧嗰邊咧就係我哋一家人嘅親戚啦。大哥啦，啲侄女啦，咁我哋咧以前，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楚王村都係一個睇一個啊，大哥睇個細妹，細妹再睇細佬咁，所以我哋都係舊村嗰種關係，即係個個搬曬出去噶啦，而家佢同我係通常都係慶祝生日，咁我見到啲老人家咧，即係喺度飲杯啊、大嗌啊，咁同埋嗰種熱鬧氣氛，因為淨係你一台唔得噶嘛，要其他都不停係咁講嘢。咁就通常都好開心。廖瀚神州精彩在線，今日帶住大家去到長春。早前長春市正月高新區嘅友好村入選咗國家農業農村部發布嘅2023年中國美麗休閒鄉村名單。友好村係長春嘅後花園，風景優美，鳥鳴花香，煙火升騰。節目嘅最後，跟隨我哋鏡頭一齊去感受淳朴自然嘅美麗鄉村啦！今日灣區全媒體嘅節目時間夠，我哋下集再見，拜拜。